还有一分钟间给大家带来的炉石传说，虽然不是新游戏，但是在前几天终于支持了手机版，可以说是喜大普奔的大好事。这游戏小博我就不多介绍了，暴雪的卡牌游戏相信大家别说知道了，估计已经是大师级别了。这次更新呢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卡牌游戏的移动化。在界面布局方面呢，也是有了很多变化，大家去看看能够明白，既方便又明了。并且呢，游戏耗费流量是相当之低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喽。以后在地铁里正好那块炉石最上了呢。反正炉石作为为数不多的精品卡牌游戏，现在呢还登录了手机端，精致的画面细节和丰富的战术选择，无疑大大增加了游戏可玩性。精雕细琢下体现的是暴雪的匠心赌运和业界良心，再加上最大限度的站在玩家的立场进行一些人性化的设计，没错，这就是炉石带给我们的体验呀。